接落嚟，我哋再请嚟杏林觉醒嘅黄任康先生。多谢。首先好恭喜高教公民嘅成立啦。咁啊，好高兴见到又多一个咁样嘅专业团体出嚟，有心人。今日咧，我其实冇谂过会见到周崇明先生喺度嘅，因为其实之前都有人介绍你本书俾我哋睇。關於醫療霸權嘅，不過就可能今日有少少離題啦，但係即係將來有機會再同你分享，因為關於醫療霸權同其實整個社會嗰、那個無論係政治以至政策嘅制定，以至整個社會嘅精神面貌點樣去面對專業同埋專業喺呢個社會裏邊嘅角色，都係一個好有趣嘅課題。如果講我哋杏林覺醒喺過去呢兩三年行過嘅路咧，我諗都我唔詳細講啦，因為條路入邊好多細節，可能大家未必有興趣知道。但係頭先阿 Chris 講得啱咧，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好多高高低低。一開始譬如當我哋成立冇耐之後，有好多其他嘅專業界別嘅論證組織，如雨後春筍咁樣樣去產生。然之後喺雨傘運動嘅期間，以至到雨傘運動完咗，政改好激烈咁樣討論緊嘅期間，大家士氣都好高漲。好啦，到政改否決咗之後，其實嗰個係可以話係第一個低潮嚟嘅。大家即刻諗到個問題就係點樣行落去咧？即係點樣去將呢個民氣啦，叫做或者係呢一個 momentum 點樣繼續帶落去咧？因為否決咗一樣唔好嘅嘢啫，但係我哋呢個唔係我哋目的嚟噶嘛，我哋想要一樣好嘅嘢啊嘛，我哋唔係唔想要一樣唔好嘅嘢啊嘛。咁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將來可以行到落去咧？然之後最近又有人提出話啊，我哋又去到一個新嘅冰點啊，就係、是、我哋一啲民選的代議士相繼咁樣俾人去褫奪佢哋嘅代議士嘅資格，然之後有好多好多呢一啲公民團體嘅主要嘅角色，或者甚至係一啲本身都係議員嘅人，而家要鑰鑰入獄咁樣樣，咁而家整個公民社會都陷入咗新嘅冰點。喺呢一方面嚟講，我諗。我有兩個主要的看法的。第一個看法呢就是圍內講的。即是通常譬如好像剛才 Chris 講，我們整班專業團體坐在一起的時候呢，我經常都會潑大家冷水的。我經常都會有一句說話就是講話都不用隔眼的，其實真的覺得累就咪唞下咯。不需要隔眼將一些未必維持到下去，或者很辛苦維持到下去的東西，硬硬為了可惜這兩個字而維持下去的。那時候即是剛剛完了政改的討論，剛剛否決了的時候，有一些組織就說，喂，我們都真的人丁很單薄，他們有30個 active 的會員，其實已經是很幸福的事的，有很多說的是只有一兩個的。我反而會跟他們說，即係當好多其他人同佢哋講話，唔係喎，你哋諗下點樣樣去撐落去啦，加油啦，或者睇下有冇一啲新血可以吸納啦嘅時候，我好多時候俾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可能要睇遠少少，即係可能要休息，而休息可能係為咗要行更加長嘅路，因為我哋其實面對緊行嘅呢一條抗爭路。不可能是十年八年可以行得完，甚至不可能是一兩代裏面的人可以行得完。所以如果唞下是好的，那其實是可以唞下的。今天在高教公民成立的只講這些好像很掃興，但是我想帶出的一點就是說在这个这样样的低气压底下，在一个这样的令人气馁的环境里面底下呢，其实我们要第一要企后一步看一个大一点的 picture。
第二就是我们要可能要思考一下我们怎样每一个人去分担不同的角色，不单止是在一个同一个时空里面不同的人担当不同的角色，而是可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不同的时空都要担当不同的角色。我意思是譬如上一年我们很 active 的，我们还是砰砰声很多 momentum 的，就可能做多一点。现在这一刻可能我们很累了，我们又要休息，给其他人做多一点，然后等我们坐一坐气，然后又再来过。因为这条路实在太长了，我们面对这个敌人实在太强大了，所以我想刚才阿 Chris 讲的连线呢，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在这里。这一样东西，这个敌人不是我们一個人、一個專業團體或者一個界別可以做得到的事嚟，咁所以有新的論證組織或者新的專業組織出嚟去繼續為呢個公民社會注入新血咧，係一件好可喜亦都好重要的事。其實所謂每一個人去擔當不同的角色，或者用另一個說法講，就是話，其實由雨傘運動開始，大家都已經係咁講，就係話，大家都諗下每一個人從自己的崗位可以做到啲乜嘢，係嘛？即係譬如當日大家當仲係瞓緊街喺下角度嘅時候，有啲木匠就出嚟去揼啲台台凳凳出嚟俾啲學生温書，有啲好似我哋咁樣嘅醫療專業就出嚟去幫嗰啲佔領者去做急救嘅服務咁樣。但是我想这件事去扩张到今时今日都仍然适用，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观察，过去这两三年自从雨傘运动之后，为什么会走到去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很气馁，很陷入一個好像沒有什麼路可以繼續走下去的前景呢？其中一個原因呢，我覺得就是在過去這兩三年裡面呢，不同的抗爭者或者不同的公民組織呢，都將他們所有的能量和心血呢 channel 了下去一些建制或者議會裡面。很多這些新生的政治團體或者抗爭團體呢，他們最初一走出來的時候呢，都會說我們很不喜歡所謂大台啊，或者是一些老牌的非建制派的政黨，譬如民主黨或者公民黨這樣。但是大家會觀察到的就是他們可能即使理念上跟他們仍然保持一段距離呢，但其實他們可能都還是在走他們那條路，就是說以議席去養政黨，將他們的心力或者那個資源呢 去到最後呢divert 了去或者 channel 了去爭取一個立法會或者區議會的議席裡面。我不是說這件事不好，但是這個方向的其中一個副作用呢，我們今天就看到了，就是當上面的當權者要打殘你的時候呢，他就可以一夜就抹殺了你過去那麼多年的努力，他一下褫奪了你議員的議席呢，你就突然間好像進退失據那樣。所以變成現在的局面就是有少少那些本身是在街頭抗爭的人，因為做了議員了，咁所以街頭上面冇咗人，然之後入咗去做議員嗰啲人又突然間俾人 DQ 咗，所以議會裏面又抗爭唔到，咁變咗就好似唔知點算好咁樣。所以頭先我所講話我哋公民社會裏面嘅每一個持份者，或者每一個仍然有心繼續去做嘅人，都需要去諗下自己嘅角色可以做啲乜嘢，就係呢個意思，即係話。OK， 如果你都仍然覺得你對這個議會政治或者代議政制有信心的，或者你善於做這件事的， Go ahead 繼續做。譬如現在都我還見到有很多早兩個禮拜才成立的一個叫做社區網絡聯盟，他們打算會去選區議會這樣。
咁係好值得支持嘅，亦都係好，佢哋都係一啲汕後組織啦，一啲好貼地嘅後生仔，咁係好值得支持。咁但係如果你覺得我對呢個代議政制已經冇信心啦，我從我自己的角度去做啊，我所謂心間細作又好，又或者好似從自己嘅專業範疇裏邊開始。好像剛才孔 Sir 這樣說，由下而上地從自己的專業裏面去向這個政府或者向這個政權去作出一些政策的建議的話，也都是一個好的方法。我覺得我們在個公民社會裏面的想像可以個想像空間要再擴大一點，不能夠獨孤一味咁樣去行同一條路，當所有人去將所有嘅蛋擺曬落同一個籃度嘅時候咧，個風險就好大，然之後就會好似今日我哋見到嗰個副作用咁樣，令到大家非常之氣餒。講到呢度好似成件事好似好灰咁樣，但係我相信好似頭先我一開始開宗明義講，我哋呢一條路係好長好長嘅。我哋面對呢個敵人亦都係好難打敗嘅，甚至我哋呢個敵人講緊佢唔係喺香港嘅。咁於是我就會即係當有譬如我哋嘅同路人或者甚至我自己嘅同事，杏林國星裏面嘅同事同我講話真係好灰啊，唔知點樣行落去嘅時候，我有時就會提醒佢哋或者提醒我自己。我仲記得我哋個杏林覺醒改名嘅時候咧，我哋冇英文名嘅，我哋嗰個英文名係一個法文名嚟，我哋懶型咁樣改咗個法文名。我哋背後其實有意思嘅，個意思就係我哋好崇尚法國人嗰種革命嘅精神。但係當你去再諗深一層嘅時候，佢哋條路係好難行，係嘛？法國大革命都唔係一晚。一夜革命就成功了。大家知道法國大革命裏面女性的革命者在他們的革命過程裏面都擔當很重要的角色，大家一想起法國大革命就想起那幅畫，是吧？那幅畫拿著一支紅白藍旗，那個都是一個女人來的。但是在法國大革命裏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革命家，她是一個女人，她叫做 Olympe de Gouges。他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他有很大的幻滅，因為他以為革命之後人人真的平等的，人人是平等的，包括男人和女人，原來不是。原來法國大革命之後仍然都是男權當道，父權當道，甚至那些革命者將那些女權更加強烈，比以前更加強力地去打壓。於是這個人去在革命之後，他又發表了一些關於女權的思想的宣言，女公民的權益的宣言。那個宣言其實是很直接地諷刺法國大革命之前那個人權宣言的。其實是很危險的一件事的，當時因為大家知道法國大革命在歷史上當然很重要，但是其實裏面都是一個很野蠻和很血腥的革命來的，動不動就會推人上斷頭台。那這個 Olympe de Gouges 發表了這篇宣言之後呢，一年之內大概是十個月之後，他就被人推了上斷頭台。然後他所說的關於女權的理念和一些對於當時的革命政府的要求，是去到差不多150年之後才為當時的法國政府納入他們的憲法。那時候已經是去到第四共和，法國第四共和才有這個第一步的關於女權的立法 在法國出現。在法國都尚且需要150年，咁我諗我哋嘅眼光需要再行遠啲，而如果我哋將個目光放得咁遠嘅時候，我諗我哋可能就會唔會覺得咁灰啦。當時喺遠殺革命清場之後，
有人話：喂，咁搞唔掂噶咯喎！我哋已經咁樣啦，已經瞓街瞓咗咁多日啦，都冇真普選，咁點算啊？冇嘢可以做噶咯喎！我當時嘅諗法就係唔係啊？其實都調翻轉頭諗先，調翻轉頭你想象一下，唔通我哋遇曬革命瞓咗七十九日街，佢就即刻會有真普選咩？你諗下會唔會先？你諗下會唔會先？你諗下習近平會唔會突然間行出嚟同你講話？哎，好啦好啦好啦，你哋啲香港人咁淒涼，瞓咗咁多日街咁慘，好啦，俾你選特首啦，會唔會咁先？唔會噶嘛，你諗下都覺得超現實啦，係咪？所以失敗係好正常，失敗係好合理，係應該失敗嘅。而且我覺得我哋嚟緊仲會不停咁面對失敗。咁而呢一啲失敗，每一次、每一次、每一個失敗，都會成為我哋將來成功嘅其中一塊磚頭。咁呢個係我到今日都相信嘅一點。所以恭喜高教公民，加油！大家一齊加油。